很多音乐它是来自于生活，特别是他们这种我们少数民族的这些原生态的音乐。他们这次教我唱的是一个侗族大歌之前的一个前奏。哎呀，啊，那个音我们发不出来。嗯嘿嘿呀香甜嘿，塞嘞嘿酒嘿。啊，我就觉得啊，我能不能驾驭这样的歌词？是比较出乎我意料的，我觉得他今天表现非常的好。他有这个功底，就是因为他的有民族音乐的功底，再加上他现在的这种包装，以及他这个通过这几年在台上的打拼啊，今天晚上发挥还相当。他的这首歌呢，是藏区即将失传的一段优美的旋律。这首歌的歌曲传递了藏族人民对于大自然的敬仰。
受这段旋律的启发，他也加入了自己独特的感悟，最终到底会在今晚的舞台呈现一支什么样的作品呢？让我们来一起聆听《神山颂》。我不会说一口特别纯粹的藏语，但是也不能阻挡我一颗热爱家乡的心。我家乡，我骄傲。换回了我们的儿时的记忆。找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原始的声音。我想唱，让我唱吧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你们来帮忙我就有信心了。一定要对得起三天两夜的采风。怎样？就是满意，开心。
现了最本真的自我。听得很舒服，听得很好听。雪山公主。我特别喜欢这个旋律。啊，东哟拉红达的阿萨罗伦塞。原生态的曲调，我们用流行的方式把它演唱出来了，舌音和那个喉音，哎，反正有点难。我们打不出那个音怎么办？越听越悠扬，然后越听越宽广。想听完整版就听现场，我相信我的潜能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我们这次的音乐。
比较奇特的歌，因为它前面感觉好像电玩的中国风的主题曲 B 段的地方，就突然一个转折，这个蒙族的风格出来。音乐跟他的演唱，跟他那个曲目融合在一起，在我看是最好的。感觉就陷入非常害怕。不想回答，可以过吗？这个问题。对善于准备的歌曲，相依彝族专场没有唱的那一首。里面有请两位老师还蔡昌来帮忙，听他的旋律就非常的有想法和感觉。哎呀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阿兰，你们不要淘汰我好不好？
你觉得我们能得冠军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能得冠军啊？只要那高音一亮嗓，那是在舞台上是非常亮的。尤其副歌的部分，副歌是非常漂亮的，有藏族音乐影在里面，非常有张力。决赛了，嗯，想不想拿冠军？我可以说想吗？想。